我说，这已经足够，因为有着命运般伟大的旷野。我说，这已经足够，不是指鲜花或者权杖，甚至不是指忠诚和爱情，而仅仅是指眼前这亘古如此的景象。 哎，富勇，我说今天老艺人晚上就回来，你别耽误吃饭了。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别呀，你让狐狸精一个人在那待着，那他又该急了。走了。哎，师傅，哎，不是说好晚上排练的吗？ 接下来的节目是苗族打跳舞，再下一个节目是傣族孔雀舞。 哎，我跟你说，这话可是傅永松，你得谢谢他去。我们俩说好了，他出力，我出风头。生命不是秋风里的落叶，生命不是寒冬里的风雪，生命应该是春天懵懂的绿芽，生命应该是夏季夜空的明月。 秋风里的落叶，生命不是寒冬里的风雪。
生命应该是春天懵懂的绿芽，生命应该是夏季夜空的明月。哦，生命的天空飞来许多美丽的蝴蝶，生命的花园里繁茂着鲜花绿叶，美丽蝴蝶鲜花绿叶伴随我们度过生命里最美的季节。同志们，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我说这已经足够，因为有着命运般伟大的旷野。我说这已经足够，不是指鲜花或者权杖，甚至不是指忠诚和爱情，而仅仅是指眼前这亘古如此的景象。哎呀啊，哎呀，你怎么和风和拉肚子的？小子你害我，你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哎，前面有人打坑，那什么不是故意的，你让开，我来开。哎呀，你看见你看。怎么了？这家伙老是用毛毛草来吓唬我。没，我没吓唬你啊，你真是虫子。哎，你看，飞飞呢。讨厌，我要坐到后面去，这家伙太可恨了。哎，走，你们俩闹什么呢？他老来吓唬你。师磊啊，这第六本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忘装进来了呀？啊，师磊。不舒服啊？石磊又欺负你了？让我来吧。
玩儿，玩儿，儿童游戏都那么来劲，下象棋。哎，不不不，下象棋都分神呢。来来来来，你再输我几盘，我再陪你下象棋。哎，你是不是不赢我你就不舒服呀？啊，当然了，要不然你成天琢磨着跟我下象棋干嘛？我那不是喜欢赢，我是喜欢动脑子。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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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玩拉倒了，我也不陪你下象棋了。 狐狸精好像有话要跟你说，你哪天跟他好好聊聊。说什么呀？什么说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还是人家先开口啊？傅总同志，狐狸之这种女孩根本就不适合我。哎，倒是挺适合你的。你们俩啊，都属于那种没事喜欢瞎琢磨的人。哎。 我可是当他面替你说了不少的好话。我求你，你别给我乱说好不好？来劲是不是？臭小子用来劲。行，下回你求我，我都不帮你。这片子不错，真的，你好好看。石磊，机器调好了。好了，是吧，经理？哎。 我把这东西抬过来，把这放在你那边。什么事儿啊？说呀，什么事儿啊？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谁呀？跟你说你又不认识，她是一位民间艺人的孙女，名字叫杨金。我说你小子这事还少干了？哎，我这次可是认真的，真的。我说你怎么不相信呢？六，我有定情信物，让你小子开开眼。 拿好了，你给我。哎，这可是他们家祖传的真正的鹰笛，他那还有一个跟这个正好是一对，同一只鹰的两个翅膀做的。行啊你，财色兼收啊你。得了吧，我还打算倒插门呢。哎，说真的，不打算回去了。嗯，不回去了。当初来的时候就没打算回去。哎呀。 他们家附近呢，有一个湖，这湖的旁边就是雪山。我们俩说好了，等将来有孩子，就在孩子这湖边放羊。哎，他特别的聪明，我写了几首歌，我就唱了两遍，全学会了。怪不得你小子最近老是往外跑。开眼了，我过去帮忙。 谢谢你们啊！路上当心啊，山路不好走，有空常来啊。放心吧，以后我芯片在，我们还来。来来来，给我来。来来来来，哎，回去你把放钱了。好嘞。来给我。没事没事，你们回去吧。
走吧，走吧，走吧。不用开车。哎，开车呀！我渴了，下车喝点水，歇会儿吧。行，正好车也该下水了。下来走走吧。哎呀，坐了半天了，不闲了呀。心口反应快，镜头没沾水，一会儿擦擦就行了。现在快把湿衣服脱了吧，你会感冒的。啊，没事没事没事，来，看那一箱的拷贝。还说没事，看你成功吧。我去那边看看。要下雪了，天也快黑了，咱们不能待这儿。对面山上有个山洞，应该还可以看得见路。怎么样？来吧，动手。是走不了了，先把设备箱子烧了，把衣服烤干，设备以后再想办法。大雪封山，我看短时间内是不会有车经过的。
傅勇，有水伤，一定是得了肺水肿。咱们用血烧点开水，不会有事的。哨所，哨所有急救箱，还有医生。可是，哨所离这儿很远，我们开了半天车，至少有七八十公里。那是盘山路，要是直接翻雪山，不会太远的。石磊这个样子，我怕他撑不了太久。直接翻雪山，不会太远的。你的体力好，你就……现在外面正在下雪，天又黑。可是天亮了就来不及了，你快去吧。现在外面至少零下二十度，我要是迷路了，或者掉进了山谷，你是不是为了他？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傅勇，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你的，真的。你的诗那么感人，人又好，又会关心人。傅勇，等你回来，我一定和你好。再不想去，我就去。反正不能看着石磊在这儿等死。还是我去吧，我去，大家都有些希望。Thank you.
快点！莫，这只鬼东西将你的鸡毛都没弄起来。莫，可真把嘎个嘞！那我吃的人。那天呢，俺也来去打球的。听耳膜了，加速而已。我可是东西啥的呀，就够久远的。可是搁着弄的，你走就没走啊？阿妮啦，家中新去吃个了，家里阿的，恁不叫木搞啊，黑着嘞。看俺我可倒霉呢，看俺那么能生起来。可爷就买的，去地金子。
lady， 伢子呢？空个钱了，才子嘛哩？呀呀，俺们这皮肉松，皮裤了，这啥松？三级这啥松？裤干那有眼没黑？热的，热的，裤面，裤面不都不是棉胶，俺来引起哟。裤干了，裤干了嘛，连啥用色了？你爸的用起来，你哭不急。你过了干脆些呗，扎志英。过我家东西行。过我家东西哥哥呢？还能落几扎东西哥哥的呀？送啊，工人不听个全能把弄了，少种些用。俺种嘛穷穷够呢，当苦了，扎你啥哥哥的哦？站住！俺这织机第一号的，瞧阿英。瞧着，俺织机俺那擦了柔柔机卡住。俺过完过擦机，俺织机爬天柱。
塞拉耶，西玛。다천다시손이다닌데손안좀을거가지금저기이게팀에망한돈나한다치지역마다라럽다치보나언디패삼겨집지나삼은럽다치보여는말배지나요나래배지저얘돈생가겟기슬러줘그무삼나래아니가나도무자시슈대야도무자阿克，你说嘛，老查查松个，这个我上个暑假谈吧哟个，但，你说嘛，我你怎么上个？这个中那前年个，冬末一点呢，他那就么就没么些个。竹马个爬马，我不认识呢。可是个竹马个多么当大，他就不。可是不出，俺出了人个嘛嘞。真的，竹马个蛤蟆老不着急，着急过几天个。但竹马个蛤蟆刚松的。罗米那跟个人工木木工那是，地上的没用觉得当得很严肃人吧？俺出开上些为当地了，俺可是几哈大人。他就吃竹马地面子上个，真的可是老穷都就吃得心的嘞。다조마나스그쳐쳐하마딱떨어요느리나조조마라하트가기다코가조금로베리요라조마체니도무당조마하마마요나락저베코요나마조마저남씻어요네오고집아호가到接送喂，喂喂，呀，哦，大勇，呀，我来接送，呀，有有有，大勇。呀，咋当那么堂气个？为啥家当了地气，却干那战局了？俺老卓玛阿妹个吃了点呢，可是看不啥个尼了个。但卓玛穷途给了大舅啥了，养哈将没别个吃了个子嘞。但第二个弟子呢，卓玛蛤蟆，我惹起了。呀，瞧都做这么几个娘的了噻。俺没些个，养那六只，养那六只，但工作上个家境呢，卓玛个蛤蟆我特特着嘞。
这么你让你我让个怕也刚有些个但你才都这么多个我呀对应的这么去吃干酒因为去他个电视个的你罗马拉安利经常没学习的罗马帕那样我们出工就罗米多么没学习的罗马拉安利没学习肯定过我也你出去一毛好在家有家具做，一毛地六十毛工资，我就忙死。大哥，得毛哥，得毛，大哥得毛，得毛。当老娘去在那里，也没事，没事个，得瞧钱来行呢。那悄悄地对路的来行。
我跟住，跟住家里个罗马村那边的，那里边用钱给制作的，卡住人嘛的，容易压制住的，要么省得人跟住，跟住不行。Gargisa, çok komçuksun mafya gönü mari. Komçuksun çeka şinri, ne çeşi yiyonu mari. Çoşuda, dıncuma ki çim eri. Çoncuma ki çiziyin. Cuma ki hama kan sonri. Amne, çoğu rimacık şodda. Dene, yöngçin dünyla, çınula, zemaşum. Telo niğe nula. Ko anye ge nyu asongsire. Te yila kuri shal genpa chunchu chiyos. Te jani le kecha ti teni konus. Dong long e chi nang tang la zu zu bi lung ta yi lu le se kan wa chi.这得你女儿了，得听了，小小子。得一拉中啊，悄悄的落几得，得你头，你了得你没事开起热，得保的是。悄个啊你，夜里是女色的，得马上忙的是。得一拉可开了，马上去弄油呢。得可以了，得洗了白不就是。Dela de çok ama ki çok zamları. Kımı ki çok sen manzım sığırı. Çok abamın lona. Minik domu çeyine.
哪说？去哪？去哪说呗？师傅，你刚才车上放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啊？不是老歌吗？有啥稀罕的？哦，此曲附庸，你看。没见过，我只是听说，在一些空心的骨头上钻上几个音孔。那为什么还那么稀罕呢？鹰在藏区啊是一种神圣的动物，要得到鹰的骨头得有造化，而且呢，能做成音阶齐备的鹰笛，那得需要莫大的机缘。哦，哈哈，老师你好，哎，你好，辛苦了辛苦了，赶紧赶紧啊，快走快走，哎。你好，请问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傅勇的人啊？你那个是英迪吗？你们也知道傅老师要找英迪啊？算了，还是我带你们去找他吧。傅老师，你说话可要算话啊。你是从哪儿找到的？是他们拿过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听说你要找英迪的。傅老师，你。您都已经找到一个了。
这只鹰笛，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我出高价收购，你们要多少钱？我们不卖。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是找卓玛的父亲，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这是我们那边一个活佛送给我的，他告诉我，这个鹰笛加持过很强的法力，会给循环胆荡的人带来好运，也会给做过亏心事的人带来厄运。我们藏族人是很讲缘分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它，愿意把它移植带在身上，那就送给你，一分钱都不要。 这么说，他是你的护身符了，那我怎么好意思要呢？没关系，我们藏族人还有很多保护神呢，你要是喜欢，就收下吧。哎呀，卓玛，你这么一说，谁还敢要啊？我们又不是圣人。我看这个鹰笛，你还是先带着吧，我们基金会可能会偶尔向你寄来研究一下。傅老师，那您先休息吧，我们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找傅老师要干什么呀？为什么他要一个和你们一样的鹰笛呢？卓玛，你这个鹰笛是怎么来的？他有个女儿。 那个是卓玛妈妈留给他的，卓玛也会唱那首歌，就是傅勇写的那首歌。卓玛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卓玛，你说话呀！我们找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找到，可是卓玛答应。卓玛。 三百几有个多，是三百也不几穷呢。哎，讲究生就要弄个钱嘛，一百的几百年没换，换那广东派来学这个多。后来我们打了电话到北京，查傅勇这个人，问了很多人，最后就找到你这个文化馆了。 现在傅勇是卓玛唯一的一个亲人了，没有他的祝福，我们俩的婚事也没法办。可是卓玛有点生气，不想认他了。你先别急，多吉，我知道这里面的原因了。傅老师他不是那样的人，
当年他也是，哎呀，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这样吧，你们先回文化馆休息，我再去找傅老师谈谈，谈完我去文化馆找你们啊。傅老师，我正找您呢。您咳得这么厉害，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在高原上真的很危险。危险什么？真要是危险的话，我20年前就没命了。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傅老师，别再把过去的事儿放在心上了。当年你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这救不了也是天意啊。你还知道些什么？每个人心里全有秘密，你有，我也有，不过最好不要去向别人打听，因为那些在心底里见不得人的东西，那是最肮脏的，懂吗？想回去了，这儿才像是我的家。你呢？哎呀！怎么了？被木刺扎了一下。行了，没事了，走吧。由于受这股冷空气流的影响，我县明天白天到夜间会普降中到大雪，东北风3-4级转5-6级，气温降幅较大，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20度。在这里，我们希望各有关部门及广大观众朋友。提醒
事，充分做好防寒防滑的准备，特别是明天打算外出的朋友和新朋友们，请您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保证出行安全。我研究三个小瑶瑶没给你，我要回家。老师，你要走啊？对，回北京有点急事儿。哎，你干什么呀你？傅老师，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啊？正好，这个存折你拿去，这上边有几十万，我早就准备好了，一半给文化馆当基金，一半给卓玛。卓玛不需要钱。庄妈找回来不是要难为你，你又何必要逃避呢？她毕竟是你的女儿啊！我只有这些了，这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傅老师，其实我一直都挺崇拜您的。你一定要走，我也没办法。您多保重吧。这里面的钱他们不会要，我也不会要的。这是我欠他的。你欠他的不是钱，是一个父亲。你啊，你说的没错，我不但欠他一个父亲，还欠他一个母亲。
还欠他一个爷爷。他们一家三口的命都是我欠的。馆长，那两个藏族人呢？他们已经走了，我劝他们，他们不听。领空姐已经到了，这个是防学生，很危险。没法再走了，车里边还有好几桶汽油，只要发动机不熄火，就不会被冻死。不行，我出去找人来帮忙。你哪儿也别去，你哪儿也去不了。这种雪一下就是两三天，你在车里边陪着卓玛。你怎么了？没事，老毛病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非要回家，非要上山，对不起。这怎么能怪你呢？怪我，一直没有勇气面对你们。其实我……怎么说？你愿意认我了，对吗？其实啊，这20年来，我一直很后悔。
我不该丢下你们，我一直很想念你们，天天都在想。多吉啊，你来，我祝福你们，上天会保佑你们的，你们结婚吧。卓玛，再给爸爸唱唱那首歌吧，那是我们最喜欢的歌了。生命不是秋风里的落叶，生命不是寒冬里的风雪，生命应该是春天懵懂的绿芽，生命应该是夏季夜空的明月，生命不是秋风里的落叶，生命不是寒冬里的风雪，生命应该是春天懵懂的绿芽，生命应该是夏季夜空的明月。哦，生命的天空飞来许多美丽的蝴蝶，生命的花园里繁茂着鲜花绿。季节。